是真的啦，八友，你就来做婆婆啦。东张西望主持梁丽乔今年二月先和圈外男友闪婚，到未够一年就宣布做人成功啦，有了四个月啦，真是恭喜晒呀。他星期二在 Facebook 铺片报喜讯，还找了八友来玩添，认真搞笑啊。你有没有看这次是什么来的？是我妈妈的嘛，我看到了。Smiling 自拍机，好好啊。刚才我的有感受一点。至于是 B 仔定 B 女呢，她就没透露了，仲回应传媒和老公仔一早已经 plan 了出年要生 B 的了，现在如愿以偿更是开心啦。预产期是下年五月，未来都会继续做事，但是陀 B 就有点辛苦了，成日作呕又易攰，不过好在老公够体贴，买埋书学做老豆和点照顾老婆啊。这些24孝老公真是去哪里找啊。